鹿谷地区因为早期先民开垦，当地大部分民众都主祀祖师公，也形成独特的在地祖师公文化节庆。县长许淑华虽然公务繁忙，依旧特别播出时间，旋风式参拜鹿谷乡四座祖师公庙，除了祈求祝寿祖师公，继续庇佑地方，也间接了解明末，解决乡亲的大小事。今日咱淑华咧选择着咱的正日来向着咱啊鹿谷乡咱遮的所有祖师公的宫庙，大家共同来拜拜。啊，时间上吼，因为无法度真完整，但是我拨出半工的时间来遮一位一位一间宫庙来敬拜。啊，除了要向着咱的祖师公来感谢，予伊长期以来咧吼，伫保庇予咱地方非常平安平顺。嘛，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祝寿的行程，会当嘛甲乡亲来接触，啊，乡亲有一寡要定情的大好，啊，观众嘛第一时间在处理给大家协助。农历三月十六号，新逢阴纳山，惭愧祖师千秋圣诞，主事祖师公的鹿谷乡、出乡村、城东宫等十座宫庙都举办盛大的祝寿庆典，形成独特的鹿谷在地祖师公文化节庆。尤其咱在地，咱即摆凤凰山寺已经有超过300年的一个历史啊，所以讲也是咱庄头非常重要一个信仰的中心。期待伫咱祖师公的这个圣诞，予伊继续来甲咱地方扶持甲帮忙之外咧，会当保庇予咱地方五谷丰收，大家拢会当大赚钱。伫咱鹿谷乡甚至全台湾吼，凤凰山寺的祖师公是上早来台湾的神主。许县长依序参拜出乡村、城东宫、鹿谷村、林凤庙、祝生庙、凤凰村、凤凰山寺等十间宫庙，并虔诚感谢神威显赫的祖师公庇佑地方。其祝已濒临干旱的现在，天降甘霖，祝农民五谷丰登。记者曾光佑，鹿谷乡采访报道。